小王子那本书我放家里了，应该是，所以下次回家的时候一定给带回来，然后我再去做那段视频。现在我只有我这中文书其实没有很多，中文书都在家里呢。现在我这边只有一本《德米安》，这个是我好多十年前读的书了，好像貌似没有读完，但是不记得了。我可能读完了，然后又重新再读一遍。今天我就从。现在就要开始读了，但是提前和大家说一下，我很长时间没有读中文书了，所以有一些字儿我可能不会读，不会读的我就会跳过去吧，或者是给你们看一下。学校，这个世界充满柔和的光泽，明亮与整洁，愉快轻柔的谈话，干净的双手，清洁的衣服，良好的习惯，也都属于这个家中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人们早晨要唱赞美诗，每年会庆祝圣诞节。这个世界笔直的指引着未来的道路，义务与责任，愧疚和高洁，宽恕和善良，良善的决心，爱与尊敬，圣经的话语和智慧。人们必须坚守这个世界，生命才能明确美好且有条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极端的世界也在这个家里运转，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，它的味道不同，言语不同，承诺和要求也不同。那里有女仆和工匠，妖怪故事、丑闻和谣言，各式各样奇特诱人惊不会念监狱、罪案、骂街的女人、生产的母牛、跌倒的马等，还有关于盗窃、杀人、自杀的传闻。进弄堂，隔壁房子里随时上演着野蛮且残酷的画面，令人好奇又害怕。警察、流浪汉、罪案大老婆，傍晚时分，圣君从工厂里涌出来的少女，对人施咒的老
喧闹和刺耳阴森与暴力，即使想要逃离的话，也只有一下子就可以回到母亲身边。这两个世界彼此分割，却又亲密相连，真是奇特。例如家里的女仆丽娜，当她坐在客厅门边，和我们一起弯刀小亮洪亮洪亮的唱着圣歌，干净的双手放在平滑的围裙上，她完全属于父母亲，属于我们，属于光明与正直的世界。然而到了厨房或木棚里，当她对我数去无头男子时的故事，或在肉弹前跟林夫吵架，他则归属于另一个被神秘 笼罩的世界。这个情形也发生在所有人身上，尤其是我。没错，身为我父母的孩子，我属于光明正直世界，但眼光所及，处处可见另一个世界，甚至置身其中，即使它对我而言既陌生又可怕，常常感到良心不安。有时候我甚至宁愿活在被禁止的世界，重返光明，反倒想回到不那么美好的地方，乏味、枯燥又无聊。有时候我明白，我的人生目标是以父母亲为榜样，那会是光明与纯洁、优越且纪律。然而，通往目标的路途还是很遥远，在那之间，必须先读完中学，进入大学，参加各式各样的测验和考试，而且，这条途径多半得穿越黑暗的毒乱，人往往就此流连忘返，甚至沉迷其中。所有浪子回头的故事情节莫不如此。阅读这些故事总让我深深着迷。在这故事中，把返回父老身边与回归梁山描写得如此抚慰人心和了不起，让我完全相信这就是唯一的正道，值得人们追究。然而那些有关邪恶的迷茫的描述，却更具吸引力。说句老实话，有时候我对于浪子千回头是岸的结局，简直感到惋惜。然而没有人会这么说，也不敢这么想，顶多把它当成一种预警的可能性，埋葬在意识的最底层。就像说到魔鬼，我很可以想象它潜伏在马路下面，混迹在集市或者酒馆内，但不论伪装或者现形，都绝不会在我们家里。我的姐妹同样属于光明的世界，我时常觉得她们在本质上更接近父亲和母亲，她们比我更好，更有教养，更完美。她们有缺点和坏习惯，但在我看来并不严重，跟我的情况不同。我与邪恶的接触充满沉重的压力，饱受折磨。我比她们更接近黑暗的世界。我的姐妹和父母相似，值得体谅与尊敬。假如和他们吵架，事后总会自责不已，自认是个麻烦制造者，应该请求他们宽恕。因为损失我的姐妹，就等于损失我的父母，还有损及梁山与高粱。有些秘密，我宁愿告诉最堕落的街头无赖，也不能够同姐妹们分享。在凡事如意的日子里，当一切光明且感觉正确时，跟姐妹们玩耍的真是愉快。跟他们在一起，看着自己置身于一个正确崇高的假象中，感觉相当美好。当天使的感觉应该就是这样吧。这是我们想象得到最高
们靠近着桥墩往下走到河边，躲进第一座桥拱下方，河水缓缓流动，河面的桥拱之间的狭长河岸上堆满垃圾，背板随便各种破烂旧物散乱成捆的旧铁丝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废弃物。这里偶尔还可以见到一两样有用的物品。法兰兹·格勒莫下令在这段河岸搜寻，要我们把找到的东西交给他。他检查以后，若不是占为己有，就是丢进水里。他特别指示留意前黄铜和锡纸的东西，找到了他就统统往自己身上塞，连一把老旧的牛角梳子也不放过。跟在他身旁，老让我惴惴不安，并非为了父亲若晓得这件事一定会禁止我跟他来往，而是因为我害怕法兰斯这号人物。然而我很高兴他没有排斥我，对待我就像对待其他同伴一样。他发号施令，几个孩子顺从行事，似乎是大家长久以来形成的相处默契，即使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他在一起也不例外。最后我们一起坐到地上，法兰兹往水里吐口水，样子看起来就像个大人。他从门牙缝里把口水喷出来，每次都能中正标的。接着大家开始闲聊，各个拿出各式各样的英雄事迹和恶作剧来吹嘘炫耀。我没大枪，却担心自己的沉默会惹来责骂，也引起法兰兹的不满。我的两位同伴从一开始就特意跟我保持距离，尽量往法兰斯靠拢。我感觉自己成了异类，对他们而言，我的穿着和举止显然是一种挑衅。我是拉丁文学校的学生，是个士绅的儿子，法兰斯不可能喜欢我。至于其他两位，我觉得只要一有状况，他们肯定会出卖我，弃我于不顾。出于委屈，我终于也追进牛来了。我编了一个伟大的讲道故事，把自己塑造成英雄。我说有天夜里，我和同伴溜进切口磨坊的果园里，偷走满满一袋的苹果，不是普通的苹果，而是上等的莱茵特苹果和金帕尔美苹果。为了脱离迫在眉睫的险境，我借着捏造的故事寻求崩龙虎，更怕话一听可能陷入更糟的境况，于是和尽所能的发挥了说故事的能力。我说，我们其中一个人站哨，另一个人从树上丢苹果下来，装满苹果的袋子重得不得了，以至于不到出半袋苹果。不过半小时之后，我们又回头把剩下的半袋苹果也拿走。说着说着，我越来越进入状态，甚至对自己的口才暗自窃喜。讲完了故事，我期待获得一些掌声。两个小家伙闷声不响，观望着。法兰斯·格勒莫则半眯着眼睛盯着我看，语带威胁地问：“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我说，“千真万确。”“没错，千真万确。”我抬头挺胸地保证，内心却怕得要命。你可以发誓吗？我非常惊慌，但立刻答应了。那么你说老天爷作证？我说老天爷作证。那好吧。说完他转身离开，我以为没事了。看到他起身要回去还很高兴。我们爬回桥上时，我小心翼翼地说，我必须回家去了。不用这么急，法兰斯笑着说，我和你走同一条路啊。他慢慢地往前晃去，我一步也不敢开溜，而他的确朝我家的方向走去。到了我家前面，一间熟悉大门，粗重的门把映照在窗棂上的阳光。
些许阳光从院子里透进来，他站到我身边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小声说：“喂，不要那么着急。”